我是胖妞，今天是礼拜五，上了半天班刚回来。今天我做大厨，我给我老妈做顿饭，开杠。切点肉。腥臭，来点醋，老太太，哎呀，挺好，行，味道怎么样？味道挺好。哎，咸蛋呢？咸蛋也行，咸蛋也行啊。这是我做的瓜塔豆腐，这是个醋溜木须，这是老太太出的菜。给我妈，多了好像，倒回来点吧。喝蒙头蘸酱，你看。烧啊！哎呀，上来就整一口，跟一口。哎呀，这老太天天给我做饭是真不容易啊！整我炒的俩菜，整的直冒汗。酸吗？不酸。嗯。没有我这酸的。嗯。够醋够少了。吃完酸的都是好香。我也是看人家做的，今天头回做，咋样？点评一下。点评你能打80分。80分。80。80呢？嗯。那20分差哪儿？有点干了，是不是？有点干，那家不咋酸。嗯，挺好。这回做的好。嗯。哎呀，吃我是没挑，吃上就行。有人给做呢，还。你还没挑吗？别人做饭，我就是有点着急，没吃习惯好像。人家搁这做饭，你都搁这瞅，学艺呢。不是学艺，你跟着急。挤的就搓到脚了，上门口给嘎过个圈儿，用我干点啥呀？喝酒泡，走吧，张。你看老妈吃姑娘的做的饭，她眼泪都得哗哗的。我还那么愿意哗哗的，做一辈子饭，给你做好十年饭了，做一顿还哗哗呢。我感动了。感动了。应该的。你可不客气。其实这小嘴儿好看，哎，嘴儿好看，嘴儿好看，天天爆皮，好不容易有个好看的地方，天天爆皮，来暂天好点儿，好像，怎么加肉呢？加肉，肉你去吧。
你看你干啥着急？你看人家做饭你着急，你看你吃饭你可不着急呢。吃饭那不得搅好了吗？凉了哇的好。凉凉。没了。没了。来点白，来点啤。操我妈！来喝吗？我这都喝了。我这马上喝完了。哎呀我的妈！哎呀，哎呀，哎呀！你吓着人家！你妈呀！哎呀我的妈！哎呀我的妈！这家伙，你这你干吃大米饭呢？你泡个勾点菜儿。我不愿意吃了，你菜，你一个肉一个鸡蛋，你不愿意吃啊？也行，福根儿，74到83，多少啊？不九个吗？六，这个啊九。我的天！总说老太糊涂。老太精神，老太美丽，老太漂亮，快来吧！这老太太一天，干杯！来，你也干个杯吧。嗯，还干杯。嗯。哎呀，吃的挺好啊！明天还给你做，你要是好吃还给你做。好啦，本期就到这里啦，非常感谢大家的支持与观看，如果有喜欢胖妞的请帮忙评论转发点赞关注哟，我们明天见，拜拜。